挑战摸1000个大金，头戴大金，稳出大金，兄弟们，我来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头戴大金，稳出大金，我的大金给我出，大金，好嘞！今天四兄弟集齐。大家好，我是柯金希。今天起，我决定发起一个挑战，那就是在电视台摸出1000个大金。那么，到底哪些物品属于按区突围里的大金呢？知道的兄弟们可以评论区留言。毕竟我还是个萌新。每晚8点，我会开启电视台摸金挑战，同时给看直播的兄弟们安排安全箱。开播3个月，我的宠粉计划如果换算成安全箱，应该累计发出1000个有余。仅凭我之前3天收集的名牌就有200多个，何况之前因为仓库没有空间，没有收集大家的名牌。昨天第一天挑战就摸出了6个大金，来看看今天能摸出多少个大金。头戴大金，稳出大金，兄弟们，我来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头戴大金，稳出大金，我的大金给我出，大金，好嘞！今天四兄弟集齐。我说什么了，兄弟们？项链、大狮子、花瓶，还有茶壶。不对，真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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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移动方式不是人机。还有人机，先把门关上。拿个武器，马上来，3、2、1，撤，回身掏枪，加点，基本空了，别。走你，真人。1换1不亏。